所以说我们就有请我们的 Tony 来到我们线上跟大家 say hello 啦。Tony，嗨，Hello，Hello，你还记得那件事情你好，吗？我讲你好。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在捕捉啊，那个时候看到。是，Tony，Yeah. 我们再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好吧。Hello，Hello，Tony，对。Tony 在过去的这一个时间里边，以前17年的，就是加罗里的，对，然后机缘巧合也认识了 Alcon Global 的这样一个平台，好不好？Tony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过去。好，大家好，我是多尼洛，要讲我的故事，小小的故事，是我是一个17年的劳力士机。那么，成为劳力士机是不，这是很普通的，你赚不到钱，你就去另外一间公司做。问题是谁？我这个劳力士机呢，就是那辆劳力士我自己买的啊，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已经买了那辆劳力，我做来做去啊，就做了给那个劳力不了，我找不到钱来给家里。所以我这个17年，我真正的，蛮痛苦，真的蛮痛苦。可以讲，我一天四五个钟头不了我睡觉。我每一个月，我没有跟我太太讲，我每一个月哦，差一点我可以撞车3、4次，太翻累了。车。我不够睡，我太太不知道，我没有给她知道。我来到爱康，我做了这个行业，我才跟他讲哦，我以前我做过律师，情况怎么样？辛苦，我不敢给他知道，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足够辛苦了。因为我本来我是当时一个哇，我做老板我可以赚很多钱。那你知道做老板哦，做劳力哦，我越做越惨，我惨到我的劳力我不能够供，每隔3个月哦，来一张红单，要拿车。打油都没有钱，我太太也是一样，还要申请一个 credit card 来给我打油，赚到钱都不够修理车，赚到钱都不够给那辆车，我没一分钱都没有带回去啊。我太太儿媳是一个书记罢了，在一个摩托店，她收入才600-700块吧，有一个月，她很省。他早上啊要去做工哦，他买一碗米粉啊，煮水的，他很喜欢吃煮水的，一碗煮水啊，那些肉圆啊什么啊，他跟那个老板讲，我不要，就是要高尚那而已。粉罢了，跟汤罢了哦，4、5毛钱这样罢了，他省什么？他省那个钱给我的，我有2个孩子，一个是男，一个是女，给他们又给我。车费又给我去，我驾车那时候要费用来用，他就是这样来做，说我们越做越辛苦，越做越辛苦，我都没有办法，我都想不到什么东西，我又没有时间去想，因为4、5个钟头我在路上，我不能想我整个家，我就不能想我全部交给我的太太，and then 你知道那 LC 6、700块的薪水，怎么样来去雇呢？要雇孩子，要雇物。要雇我的费用，那你雇他没有办法，他也每一次我要钱他都拿给我，我要钱他也给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那钱从哪里来的，他到处去借，跟他的父母去借，跟朋友去借，甚至他去借阿龙我也不知道，OK，我也没有给我妈妈，我的妈妈也没有帮到我，因为我没有给他钱啊，怎么办啊？所以于是每次我要跟妈，我们我没有钱了啊，没有办法，我找妈。妈妈讲你没有给我钱，我怎样给你呢？我爸妈因为他疼我嘛，他逼到他要跟亲戚啊、朋友啊去借钱，你知道吗？我妈妈帮我借钱来给我。有些你看到我们没有钱去还人家，他们啊会骂我的妈妈，你的孩子没有用的，借了钱不要还，我妈妈就痛苦。我真的，我在这个生活真的很辛苦。我儿子
你儿子我女儿每年过年17年没有新的衣服，全部衣服是亲戚给的用过的衣服，他们要玩70多块的，我也是没有本事给，我是一个没用的爸爸，那时候我想，没有用的老公，对了，太太，我又不是这样子弄。所以以前我一个人的，我没有情人的，我这是拖个30层的，北马到南马，南马到北马，说我每个星期是回到家2次见到他们，那个2次也是几个钟头罢了，我就来冲凉、换衣服、休息1、2个钟头，我又开车。所以有一天我回来，那时候我儿子讲：“多尼，你不要做什么东西的，你坐下来先。”我讲：“为什么？”很辛苦，我要休息，没有等下我要开车。他讲你不要开了，我要跟你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讲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路跑了啊！我讲什么事？因为我以前我没有过问他的问题的啊，钱哪里来？他讲他迷路了。他讲如果我们再下去这样哦，他是死，我们是死路一条，没有办法了哦。他跟我讲，你知道你的钱很多从哪里来了？我借阿龙的那边。那你知道了，一下子一个月就过了，一下子一个月就过了。我借阿龙的来给你，费用在哪里？过一个月你又借另外一个阿龙，你要还那个阿龙，阿龙还阿龙，阿龙还阿龙，他讲那个洞越来越大了，那边他盖不到了，他。那动态了，他讲啊，如果我们再不改啊，我们再不找一个出路啊，我们已经死路一条。他讲怎么办？要做什么东西？他讲有，我想要，也是跟你商量，这个传销这个行业，他讲有，他有朋友在这个传销，一个月可以赚几千块。说我太太也是，她的梦想不是很大，那时候我梦想不了大，我太太以为啊。在这个传销这个行业，如果可以赚2、3千块，很足够，还蛮足的，有满足感的。所以我讲，OK 了，你不是试试看哦？我做我跑先哦，你试试看哦。说我太太又开始了，我太太又开始做，他我们又他的支票来了，这53块，真的，他跟我讲，他也是几个晚上不能够睡。他讲这个53块哦，如果我请你去跟人家分享多一点，然后我们可以赚多一点。说从那边我能看到，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那时候我跟他讲，我们哪里找钱哦？要参加那时候做一个会员哦，我们要买120块的产品。我讲哪里去找钱？我们的钱没有。他讲那个不要紧，我会想办法去想尽办法去找这些钱。说把这些钱，说第一个月我们都拿到53块。我们是看不是看到的五十看很大，他本来就是53块。说我第一期去跟人家分享。一个月，我们的收入就增加了，1000、2000、1000、2000，到5个月，第5个月，我收入就突破了5个数目。等到5个数目呢，我太太是讲，OK，等你啊，我看你的那2次哦，你车你卖掉哦，你来做负担，我做我的工作，万一如果不听哦，我还有一个工作嘛，说 OK 了，我卖掉我的楼宇。做我开发我的市场在南部了，我每个星期啊，我跑去那边两个。你知道我太太 LC 她怎么吗？我一个星期下南部2次，她每个星期她跟那个公司的职员哦，跑下去，晚上开会，一开完会又跑回来芙蓉嘛。她因为她白天要早上要去做工，这样做啊，她是这样来，我们这样来。说多过了8个月，哦，我们的收入越来越大了哦，5个数目越来越好。说在这个第8个月，说 SU 出来做 full time，说从那边我们的开始
这样做，一做下去呢，我会做了整几年。So， 在那时候是1991年，在1999年，我认识到 ICON，在一个金马宫。这金马宫呢，我是去到那金马宫，认识到 ICON，他有一个表彰大会。So， 这表彰大会呢，就是我们这个 president 啊，徐荣兴跟吴菊这样他们的表彰大会。我一去到那场面哦，吓到我！我看到的场面哦，整3000多个人，哇，够力！我讲这个气氛哦，这个气势就环境哦。我跟你讲啊，如果有心脏病的人啊，不能耐的，一定不能耐，一定会死掉。我看到了整个环境，后来他们哇，我看到了那男的不穿黑啊，好像系统服装是，我们 Elkin 的系统服装就是对，对，男的就是穿黑色的外套，而女的就是穿红色的外套，是，个领带啦，你的穿，我就是 icon 的系统服装嘛。啊，嗯哼。对对对，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哦，没有这个，你喜欢穿什么的也是小妹妹，我们也没有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不要紧。还有哇，那个营业什么，我讲哇，这个很有气氛呢、啊。说是，有一个比有一个人也是穿系统服装的黑色的男的呢，我说哇，你的上哇，你很厉害哦，你的上线哦，哇，你看很多一车那个玻璃哦，那个花他们送给他哦，哇，够了，你的上线1级班哦。哎，他跟我讲什么嘛？他跟我讲哦，哎，他不是我的上线来的，他是我的螃蟹来的啊！你的螃蟹我都不敢出声，我不敢出声，什么？那些花呢？哇，那很多都是螃蟹给的啊！螃蟹给的，说我都不敢出声，为了我出声呢，他会笑我。为什么呢？在我们外面哦，没有一间公司哦有这样的文化的。我们不可以跟螃蟹一起的，不可以讲话的，不可以打招呼的啊！我们在外面就是讲了，你是螃蟹的，你谁和我谁呀、啊？他是这样的，在外面这世界上没有一间公司，现在你出去外面了、啊，没有一间公司有这样的这样的文化的哦，好像一个大家庭呢，全部来协助啊，全部来支持哦，这一对夫妇嘞，哇，很够力。后来整个节目一开始他说先跟讲他的心理历程呢，他怎样啊，老大啊，李世杰啊，怎样来带他啊，关怀他，引导他给他爱心啊，什么？谈到他那人，谈到了我，讲我，你看哦，他特色讲一个一个，我一到一点不做到的。不过我心里面讲哦，哇，这公司有系统化的哦，我们的公司一路以来都没有的。我们会做3个 S 罢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教育系统啊，没有口才训练班。那时候哇，他一路讲那些口才训练班啊，什么系统，我们不知道。我跟老太太讲，因为我们已经准备要早一两年，我们准备要找一间新公司来了。我们要找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已经面对问题了，里面就有点问题。说啊，这样巧，我们来到这个金马宫，见到这个徐永兴，害我们了，给我们看一个新的机会。说我跟我太太那晚上没有，就是睡不着。我们跟那个明天我们去看房子，看了解多一点，是这样子。又得他是什么啊？是你去这什么你去这？是，说六我们大就特去，色，说第二大天特我们色，早不去。哎，六大特色，说去那边老大，说老大可能我就问老大了，老大，我看到昨晚我去到那个表彰大会，我看到表彰那边他分享了，哇，很蛮不错，你可以多一点给我们了解嘛。还有提到六大特色的这些系统啊，说老大跟我们分享，他分享到我们的 icon 的长远的眼光啊，他讲到我们的 icon 的
健康的理念啊，还有讲到他分享到我们的那个收入的制度的那个公平，很公平的制度哦。然后他又讲到我们的那个爱康的系统啊，很完整的吧 ，A to Z 完整，什么都有的。不过他讲到我们那个爱康的红眼体系，这个就抓到我。他讲到我们后面新年轻啊，红眼体系啊，一个大家庭，每个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文啊、这个 culture 这个 culture，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因为我在外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culture。说、so, 那晚上我就见到连老大又喊我，讲我跟我太太，我又动我的太太，我讲哇，这间公司是我们要找的。一路以来，我们每一次梦啊，我们一路来啊，我们晚上啊，我们起身啊，半夜啊，我飙冷汗，我们飙冷汗，为什么呢？我都怕第二天我们一起身啊，公司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很怕。说、so, 我跟我太太讲。要治疗。我每次讲，如果那间公司有这个、啊、多么好，我们不需要去烦这个脑，不要可以好好去睡觉。说哇，我跟你讲，我见到了。说从那边就开始，从那边我们都我下大决心，我下大决心，对，去五个书，对，下。啊、放弃我们的五个数目来开始做爱康、在9月1号我们就开始到今天这20年了，很快这20年就过去了、对，那个时候下那个决定之后很快就经过了这个20年，对，很快就可以了。是 Tony， 其实在过去的这20年也是问过我、你五个数目为什么有五个数目你要 来做爱康，对是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对，你刚才说、President 这个那个时候有问了你。对，他有问我，为什么你有这样有五个数目，你还要来爱康，来爱康做？我讲我那个五个数目呢，有些来到啊，曾经来啊，七头八字头了哦，前面。不过他掉那时候啊，比那个跑车更快，他更掉，因为他产生离婚期了啊。所以我就跟徐元庆讲了，没有办法，我不要等到他跌到我零哦，我要成为一个劳力士，我不要做劳力士去了啊，就是这样，我就开始做，我一做20年了，在爱康。是，所以那个时候那公司其实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收入是高的，可是。却发现到说，哎，公司那个时候状况是有一些问题，看到那个收入就一直在跌，所以就那个时候就促使Tony觉得说，要选一个公司，不要选一个对的公司更加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就遇到了 Alcon Global 的这个平台。对，一做就做了20年。想问Tony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里面，对，一做就做了20年，其实很长的一个时间呢。你其实在里面呢，其实你觉得你得到最多的是什么？这20年在 Alcon Global Platform， 在这个20年呢，真正的，改善我整家的一生的生活了。它真正改善，我们可以拿到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我们可以讲，在 Alcon 真正是我们是我们是怎么脱离苦海啊？什么事啊？也改善了生活了，对，改善了生活。因为啊，你在另外一个公司，虽然我进对行，不过如果我是选不是对的公司，你赚几多钱，有一天也是会没有的。说、来到爱康，我看到爱康是一个比较有素质的一间传销公司。有一个比较有长远对未来有比较长远眼光的，对，所以从那边我一进了这20年，我在2004，我们两夫妇也是成为 Icon 的第45个MCCM， 然后在这个20年的其中呢，我们也是在我 LC 我。
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我这个整组的这个伙伴们哦，我们可以去哦，超过40个国家的旅行，爱看的旅行，免费，是，所以很高兴，很高兴跟我们整家的人去旅行，跟我们的组员啊，我们的伙伴们啊，去一起去旅行40个国家，所以我们是很高兴。说真的了，ICON 这个20年里面哦，是给到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满足很满足的。And then 我最大的愿望，我的 dream come true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群我可以有一群呢伙伴们、领袖们，在我的组织有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And then 我要用这个机会要来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才有我今天跟 LC 有这个小小的成绩在我们爱看国际这个平台。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他们。Thank you guys, because of you, we became successful in America. We hope that my wish, we hope that 你有一天 okay, 我也是成功在爱看这个国际平台。是，我相信他们的心里面更加的谢谢跟感恩你这位贵人，因为 Tony 从在爱康里边得到了别贵人的一些帮忙，让他有今天的成绩，然后今天你也把你所懂的分享给你的组员，也让到你的组员也好像你一样成功。我觉得他们心里除了你跟他们讲谢谢，我觉得他更大的是他们也会跟你讲谢谢，因为你就是他们的贵人。对对，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在线上啊，其实有很多的新人，那么你会给我们这些新人，或者是现在我们正在奋斗过程中的爱康事业伙伴，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就是讲，虽然有进来了爱康啊，你还没有加入爱康，现在这个时刻是最好的，去好好去发挥。爱康是一间公司，也不需要去再找其他公司了。爱康这个已经是一个25年的个新公司，25年的 OK 经验很丰富的经验在这个传销这个行业。And then 现在最近我们呢已经进了45个国家 ，OK，这个是一个新的机会。如果你们现在发挥，你们现在投入加入我们这个公司呢，你会。会是一个其中一个先锋队 ，You become one of the pioneers because we just started the global network。这个是一个很适合最 the right timing for you to come in。That's the right timing for coming。最适合 OK， 我45个国家 ，That's the best time。哦，我们有25年的经验，还不要紧哦，你会感觉到啊，你很放心，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 top 15 in the world global MLM。对，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文化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的这个红颜底色的文化，在整个世界找不到一间公司好像我们这样的文化。所以，我希望啊，你们啊没有加入的，想要加入这些公司，也不要再找了。爱康公司是。你这是最适当的一件传销公司来讲，真的真的是，所以 Tony 其实之前在整个的在 Alcon 的这20年的时间里边，应该有很多的这些家人啊，都不断的给予你支持，给你很多的鼓励跟教导，所以在这边可能就可以，我们还有一张照片，对不对？有没有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对 ，OK， 我现在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 ，OK，我们这一群的先锋队啊，他们是领导我们现在在这个 ICON 国际这个平台，他们会现在把我们带我们进这个 global 这个 platform 来并肩作战，
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他们这一批社工队啊 ，frontliners 啊 ，global，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以我还要感谢我们这一对夫妇，是我们的老大跟 Mrs. Jia， 我们的 Three Star President Mrs. Jia and Tan Bi Sing， 他们的不断的关怀、鼓励、爱心，是对我们的是很无限的 ，is seamless， is priceless。所以我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他们哦，老大 Mrs. Jia。你们的关怀，你们的爱心，对我们爱康人哦，是很无限，很多很多。我是用一句话不了 ，Thank you，Thank you， 老大，你是姐，为了你们才有我们这今天在爱康。所以谢谢。所以我要也是要感谢一对夫妇，这几年来也是帮到我的组织，又鼓励我的组织，又帮到我的组织去。去发挥我们的这个事业，我要感谢他们这一对夫妇，就是吉宏跟西露露，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怀，你们的爱心。那最后的一位呢，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个另一半哦，我 Three Star Diamond LCR， 你见到他，你一定见到我的；你见到我，你一定见到他的。他是我的一切。没有他，我没有我今天。我每次在英文讲啊 ，When there is a strong, when there is a successful man, okay, there is an iron lady, a successful lady behind him. 这个我的太太呢，就是为了他，我是我今天有这个一切的东西，所以我要跟我的太太讲几句话。Okay, girl,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you.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are my lov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我的太太 Three Star Diamond LCR， 谢谢。谢谢，谢谢 Tony。